我们再次来到乐东传统农业啊，可以看一下果都已经摘完了。这边的话呢是大力丸的高氮，那边是大力丸高钾啊。这是我们的传统农业的管工，这样，然后今年的话用我们的大力丸的话，这个感觉怎么样？好，效果做过好啊，效果做过好，增产啊 ，OK OK， 好，感谢信任。然后这边是我们传福的一些维果啦，今年大概的话呢是销售了6000到7000个榴莲啊，第一年要果丰收了。这边的话现在已经修好枝了，大力丸过来的话呢做一下月子肥养素，然后又是准备明年了，加油干兄弟啊！耶，摘了一个黑刺啊，2.63斤啊，这果型很漂亮，板板正正，后面五角星啊都有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啊，这是黑刺的果肉，颜色比较深。刚才呢我们是尝了一个啊，入口非常的糯啊，然后榴莲味十足。